是梦想，没有什么不可能。能够给我一点时间？马上就要举行全市歌手大赛了，这有基金呢。哎，学校还有淘汰赛，晋级了才能去决赛。我又真的喜欢唱歌，难道你五音不全？哎，收，都是新来的东西啊。我想站在舞台上去展现我自己。这好像有一种想唱但又唱不出来的感觉。要唱唱，好歹你得懂，这叫范儿。范儿？我看你那个流氓范儿。我这么好的京剧 DNA 怎么在你身上就没有体现呢？这范儿我怎么没见过？这是海外线上的，怎么样？太高级。你简直就是自私、自利、自我、自大。挺好的啊。所有人都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华特迪士尼影片呈现，越上舞台，